好蓝的天，好绿的地，好像我的电脑显示器。对。欢迎老师们来到西海新树民宿。你们需要自行拍照、修图，把迪哥拍成氛围感帅哥，打卡藏族服饰，形成16宫格的姿势模板。成功的话，我会给你们2张心愿券。走，二话不说，直接换衣服。哦，其实都还可以哈。输的人大冒险，假装去问路，对着他，你真的很不错。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换衣服啊？那边是不是？对。你真的很不错，你真的很不错，你真的很不错。你真的很不错。好，你别走，你真的很不错，真的很不错，完成了，迪哥。把人都吓跑，人家一下跑了，看到没？哎，没事了，我们继续选吧。他刚才发疯了。嗯。你说要帮我解释了，他就这样的，你们多理解多担待啊。走，都好了哈。对，来个亮相 ，demo， 扎西德勒，嘿嘿嘿嘿嘿。亚拉索，那就是青藏高原。他们在哪儿啊？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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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给你拍，迪哥，给你拍成迪真。出片了，好，有了，真的。哇，哎，你这张好，这张好，哇，好像画报。你来一下，我帮你拍。但，马上，我还没开始。有了，啊？啊？这太快了吧！哇、哦，燕翎哥，燕翎哥真的，对，坐在这儿有点拍杂志的感觉啊，腾空了，头往这边来一点，迪哥往那边去，哇、哦，哇，好像海报啊，你给我拍个那种我叫做签的嘛。好啊，我待会儿自己想办法批个码。空哒啦哒空，有了，出片了，很自然，像牵了头牛似的。哇，哦，我这几张到时候发我啊。我现在去批会儿了哈。好啊，我得批的天衣无缝。这几张真是，就差码了。哎，杨超越来了，快来！哇，她真的变成藏族姑娘了，好漂亮！你们拍到照片了吗？还在等你拍，她还改了妆，看到没？嗯。我想画那个，有腮红吗？我给你打一个，有点的意思哦，很可爱。嗯，我看看，
感觉把我的黑眼圈加重了，你觉得没？没关系的，迪哥，不像喝多了哈。不像，不像，不像。你在帮谁？你在帮点他什么？点的什么？麻子啊？雀斑？真是。不是不是。哇哇！流星划过了都快。哇！我弄这个吗？麻子。弄啊！对，你本来脸上好像就有。我感受一下，还行。是吗？对对对。超越超越超越来了，闪光。你在这儿，在这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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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俩一起拍。别露。你到那儿拍，你别这个角度。这这儿都这儿。这样吗？哎，别那么近，你可以放大的，你可以远一点放大。行，知道了。准备，一二三。好，一二三，有了，出片了，出片了，看看，哦，哦，有有有，出没出？还可以，有有出没出？给给给。哦，超越，有了，很电影。哎，这张可以，是吧？可以可以。哎，我能拍出这种吗？试试我。就是放松，我放松，我紧绷得很。拍我左脸好看一点，要拍的时候告诉我，那一刻我睁开啊。三二一，哇，巨星迪哥，哇，好帅啊！出片了，出片没？出片了，出片没？要暗杀谁啊？眼神有点过了，要收敛一点。眼神有点过了，要收敛一点。我帮你拍。往哪了啊？对，有一二三，你还是不睁眼吗？什么意思？眼睛闭上吗？像云端，缓慢睁开眼睛，刹那变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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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迪哥，你看的时候稍微往下看一点，不要往上看。好。舌头抵着上颚，手扶着，手扶着，好，忧伤，想起家乡，看向远方，太远了，太远了，我看不见。我看看，我看你刚刚拍的一些。嘴又是尖的，没有啊，哥，哎，我就奇了怪了，我一入眼看你挺好看的呀。我建议大家都来看看迪哥本人，本人真的，本人真还行。我们走吧，走去选照片，走。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照片贴在这个上面是吗？十六张，对。哇，好漂亮！哇，这匹马是 P 的吗？哎，我们想办法就是 P， 帮我拍一个，我待会儿自己想办法 P 个马。那打印出来就跟真的在旁边一样。你看迪哥 P 这照片，这么自然。他怎么把牦牛 P 上去的？对啊。这个打出来也还行啊，嗯，太真了，怎么说呢，就能忽悠到人，这个是不是还我们还在上面作画应该？啊，你这是在画什么东西啊？花儿，油菜花儿。你画的是山，油菜花的香味儿。蜡笔小新，啊，这不是，这不是他的屁，这不是他的屁股，啊，你为什么？我画的这个猪不是屁股，你干嘛呀？哇，四根尾巴的猪，全是想象力。
这叫算不算氛围感？好氛围啊，氛围感帅哥。我会不会把迪哥 P 的太嫩了？嫩才好啊，帅哥称不上，但这个其实挺有氛围的。说实话，嗯，草原、蒙古包，还美丽的花朵，对，还有一个藏族少年。我说是这个，是美丽的花朵，是吗？谢谢哈，就整个看不清楚脸，氛围一下拉满。那个迪哥，我们照片也收到了。